咱即马摕出即个菩萨显戒经内底有讲安尼，说明着三种个即个精进。第一叫做庄严精进，庄严。那么即个庄严，庄就是端庄，端庄就讲咱个面相真好看，轮廓真正确。安怎讲个？即个五官端正，因为一般众生吼，一般众生是拢无端正。我甲你讲，我甲你讲，你若唔相信我讲的一句话吼，你用你的中心，你摕张甲放大，这个片尖甲掠得起来安尼，吼，安哦，啊甲对这个对呢，对这个目睭人家吼，安尼甲掠开，安尼甲掠出中心线，你看你这个嘴会歪安尼，歪一半下袂。你都抓看看，安听好不？你若是讲这个片啊，比较料滴起来，哇，这个嘴少爱一边，安那无得变好抓错错。为啥安那？因为咱这个五官内底真有神经，有种这幼筋啊，动起哦，而且咧就蛮规平安。这一般种形象是安尼。但是今仔日你若是有实在修哦，这个面貌清秀，而且咧五官的端正，目白袂关家。哦，啊，这目睭未关机，未安尼。但是这个就是假讲，这句话是假跟咱讲安尼啦吼。讲庄严精进，端庄严就是严色啊。那么这个第一点就讲菩萨发心的时阵，精进一切凡行。那么这个自然的外相庄严道果，道果因为安怎讲呢？这个和道果有甚么关系？所以我今麦跟咱说明一下，因为今仔日辨别一个说法法师。哦，伊个外相那是庄严，就是讲伊这个度众生的这个分量较侪，这是必然的啦。为什么？因为众生较集相，所以佛陀示现伫人间内底一定爱现三十二相出来。那么三十二相，伊这么众生吸引我来呢？度众生无量，伊这个道果较紧圆满，所以伫这个进修中去讲度众生，这个含道果都有直接关系，因为伊本身。凡行成就，心清净，外相都安清净，这是必然的。哦，这个叫做啥？第一叫做庄严，叫做那么佛为化诸众生的三界中，甲示现受生。安怎讲？因为伊内心清净了，伊搁在第三界每一道内底的伊变哪样示现，拢会当互众生看。你甲想讲，伊要度这个个伫他受用净土。就是菩萨给教育的这个佛陀给菩萨教育的这个环境啦，这个叫做他受用净土。你感觉伊个初地菩萨现身，伊一百灯，啊一百灯了后，伊搁在迄个莲花就现一百相，迄、那个莲花的层次安尼现一百相，一百盏咯、哦。啊，即嘛伊搁个二地菩萨，要搁个说法。那么，迄个环境，伊即马现出来，就变一千灯。啊，一千灯，伊即马即个莲花安尼一年一年，就变一千元。为什么呢？伊就是要让即个初地菩萨去了解，讲我的这种水准，恁还未到，啊，未到的中间呢，恁爱一定爱去努力。哦，可是呢，当伊努力到起来咧，不过伊已经到二地啊，二地即马佛准备甲二地菩萨说了，伊即马就现一千灯啊。这个就是一庄严。啊！你今仔日若是讲本身你无庄严，你莫讲要甲示现，互即个初地、二地、三地菩萨甲引导，就是讲你今仔要度三界一切众生。你现在人心内底人，莫讲现外伫别个道啦吼，就讲现伫人道内底，那最好会当庄严是，你由你的心净化了后，就庄严起来。所以即个毋敢讲示现受生，伊来出世伫人间了后，要安怎样示现伊的外相，安怎庄严？啊，这个庄严不是干那外相啦，有像这个音声、音色、六根、六尘，吼、哦，伊的环境，啊，甲伊的根性，这个拢爱实现庄严。但是无庄严，真正无效。吼、哦，这个是给讲安尼吼。那么这个为诸比故啦，因为诸比的关系啦，吼、哦。为什么呢？我都讲再讲一遍，你外相庄严，道场庄严，什么拢庄严？安尼，你这个诸比心大诸大，比这个圆心吼。哦较会圆满，
所以我即马是想讲，将来咱迄个大资产了吼，伫迄个卖开伤侪钱的情形下，迄、那个外境有哪要来布置较庄严者？安尼众生较吸引的啦。比如讲，恁将来恁做爸母的人带囡仔，囡仔来遐翕相，来遐行搭，听无？哦，啊来咱来遐，啊来食一顿饭，啊即马就想办法来甲皈依，听无？哦，啊就甲招来，招来遐，即马遐来做一挂假山啦。啊，这个把外境把布置好较水安尼，好，啊，来，恁载妈妈来，啊来创啥呢？啊来，即马来到食饭啊贵安尼，好，啊你来到倒会着嘛？吼，对啊吼，你得甲招恁会晓招，我会晓布置，恁才会晓招呢。我来晓布置，恁都袂晓招吼，啊你就无采工呢吼。吼，啊你来上届无依准，啊佫无相信哦，伊就先结一个三宝缘啊嘛，听吼，迄、那个就是所有的所在拢个庄严。啊，庄严，我个比如哈，咱厝里啊，较庄严、较清气秀，人在亲戚五在较买来啦吼，对吼？你若放我阿阿里阿扎，我甲你讲，猫狗拢袂惊个狗，吼、哦，这必然呢，吼、哦。啊，你这个人有心庄严吗？啊，搁再有这个事业主，人较容易含你接近，这是必然的代志吼。所以这个就是讲，第三界中是先修行。那么为诸比故，有时阵会入地狱哦。菩萨是安尼哈，啊大众生受苦，本来心无休止，这个叫做迄、那个庄严精进啊。听无？伊发大心要度众生，第伊就自身就是庄严起来哈、啊。那么第二叫做立善法精进啦哈，立善法精进讲菩萨既然有个修六道梵行哦。六道梵行就是计讲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。不过这个梵行是达到波罗蜜的哈。这句话应该叫做六道波罗蜜，安尼才叫做清净行。如果那是有老人，就不是叫做梵行啊，听吼？布施那是吉祥，就不是梵行；持戒吉祥，不是梵行，听无？精进吉祥，安尼不是梵行哦。有选拔未当顺其自然，这种不是梵行哈。听好无？这点要注意一下。啊，六道梵行就是六道有达到波罗蜜，安尼叫做梵行。你无分别，布施无分别，听吼？这个哈、啊，但是这六道梵行不为烦恼、恶业、邪见所牵动。今仔日有去修布施，啊，有去修持戒，但是各种的环境变迁，安尼了后，你心里搁去动。啊，佫生出一种妄见，家己想家己对，安尼即个就唔是啊哈，迄、那个就唔是凡行啊哈，要注意哈。但是佫再来咯，会当摄持世间出世间的一切善法。那么即句话就讲，摄善精进的中间，你本身家己知影，我今所修即个善行是世法还是出世法？啊，我今日讲教育的是世间法还是出世间法？的善行善德。哦、是世间的善德，因为世间善也是善咯，也是出世。的正德，考虑这点哈。因为世间的善德是有劳有福报，这是对。不过这个不是咱要行善的哈。你甲转一个念就好啊。转一个念是安怎讲呢？你卖有一个讲是祈求，卖有一个祈求啦哈。这句话叫做一个个人的这个私心要求。啊，我都虽然有甲咱伫拜堂啊，你这安尼献花，啊，你甲佛祖讲。愿安怎样？对，咱卖讲不是停顿，和咱这个个主办的法师吼，啊，你想讲你永远拢凡夫，听吼？为什么伊要甲恁讲成迄点点枯枝树？伊就甲恁讲，哦，点点，恁就讲要安怎标，安怎标，安怎点点。伊迄个发心啊，枯枝树永远来吼，足够念的，有够够念的。我嘛学袂开哦。哦，
我跟你说，他就是以大家有这个祈求的心理，所以叫你念海。哦，听到没？但是如果他要念，你自己有已经超越了，你不用念，你自己下去了。哦，只有一心供佛，这样就可以了，就不要想其他的。这样不是准备去了，因为你这个心非常安静。今天我报答佛恩，我一定一心供佛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免得讲我在点点的功德要回向，安怎要安怎？安尼都永远停顿，伫这个恁，永远拢停顿伫遮。但是你家己本身好超越，估计师伊就是要带动迄、那个阿未超越的人。所以即马有时阵，恩主师就甲你讲，用火献佛了，你或者发愿心。但是你哪会当发愿心哦？发正菩提，听好无？开悟无限法，速证菩提，这点吼、哦，他会当达到这种的水准。哦，啊，那么其他你就卖管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福无福吼，就是看你有善无善了嘛。听无？你今礼佛啦，创啥会啊？迄个自主定的，你心净化嘛，安尼你就福。所以你下个真吼。你应该礼佛爱如修如善，啊！你唔大家讲如修如善，迄、那个善噶无爱做，迄是善啦、啊。听好无？唔是要甲你讲，迄是善。有诶，都两年都要看到，就是善啦嘛吼。但我甲你讲哦，迄、那个礼佛忏悔，内心如清净，人如如现善德出来。但是不但善德哦，会如爱有迄个净德，就是造成。所以这个如来佛心如自由，听好无？如慈悲如柔软，安尼来呢？你这个善德哦，直直直生，但是由善德生到到尾呢清净，因为直直拜佛，你的内心如清净，所以你表现出来拢种净德，都无祈求啊。啊，唔是安尼就无呀，因为这个才是伟大啊。哦，这款才是伟大，所以这个世间的善法不要紧。那是咱的厝边隔壁有什么会哈，有什么不幸的代志需要咱个帮忙，你去帮忙。但是功德再回向给他，这样就对了。你唔通无回向，那无回向都无对，无回向伊爱去报答你，哦，安尼较麻烦哈。你功德再回向给他，安尼就对，安尼就清净啊。啊，就其他就不要想了。啊，唔通无去帮忙哈，唔通无去帮忙。那么这个哈。就是讲菩萨行者，你本身爱摄持，下当知影讲什么是世间，什么是出世间的善法。但是你若转念，就是拢总出世间啊啦哈，听好无？无论微细的功德，拢总是出世间。但是你如果若是无转念哦，个你做到外大的功德，外大都外大来讲，亲像苏米山遐大，亲像大千世界的珠宝，遐尔济珠宝发心，安尼有那是世间。啊，了解哈，所以迄个就是讲你一转两干尔，啊、哦，那么来哦，搁再来心脉晃动，即个晃一就是晃动的意思啦哈、哦，所以安尼叫做是名立显法，精进安尼，啊、哦，这是立就是立持有关显法的这种作为，你本身脉去唔对，哎呀，脉去失确察安尼。立持永久持续不断、哦、那么第三呢叫做利益众生的精进，就是说菩萨一切时，就是说无论什么时阵、哦、他本身拢总要修习圣道，但是这个圣道不就有四性，对不对？二性的圣人就是阿罗汉声闻声啊，甲辟支，甲这个辟支佛性，啊，甲大乘菩萨道，而这个圣道，哈、哦，啊，甲这个个什么到将来成就佛道嘛。所以今来的这句讲修习圣道，这是牵连到这句利益一切众生。那么这个就是大乘菩萨道，因为这个阿罗汉独善其身，伊无考虑众生，伊是考虑家己解脱的。所以我请注意，唔通干那考虑讲我将来我个人要解脱，你一定发大心，发大心讲我将来要亲像佛尊安尼，
佛尊，你今仔去度我，那么你的教育安怎样教育众生？我有哪要教你教育？我将来要搁度众生，哦，这个就是啥大乘菩萨道，用种种的法来化度这个众生，哦，使乎众生来会当断灭恶因安尼。因为众生会对着轮回生死畜生六道，就是因为伊有造业嘛。那么既然有造业堕轮回，有造业堕生死，那么你就想讲，在众生要安怎样来解落实叫伊修行，互伊拄着着这个恶业的因，吼、哦。伊恶业的因若是无当，伊善果未生，因为不是念咪善，念咪恶，念咪善，念咪恶，自然就是念咪恶道，念咪善道嘛，不断结轮回。所以乃是会当断恶因，甚至搁在修正业。诶，为了那么伊当然伊就有那关，就是一个出世性人啊嘛。哦，伊不但是一个出世性，甚至搁是一个大乘的出世性人。安尼了解，唔通讲叫干呐？独善其身，修家己道。那安尼事实讲讲嘛，无同意啦吼。这都有干咱讲真侪法语去啊。所以这个呢，就是讲成就善法了，虽然随境定劫，心不披冠啦。什么叫做定劫呢？就是代表讲一粒菩萨分啊。一劫安尼，就是经过亲像地球这样济菩萨分啊，无量无边，伊嘛甘愿做着伫生死中做着利益众生的这种精神，安怎样吧？啊、哦，这个就是以佛尊来个讲吼，那是一定一劫，算起来，若要讲三大阿僧祇劫，应该是免遮长啦，但是唔免遮长。可是咱有一世，咱若是讲到有那三大阿僧祇劫，还是讲四大阿僧祇劫已经成佛了，还佫有无量的定沙劫的。那么你原在呢，变现无量的一种，敢像化身佛、化身菩萨来度无量的众生。这句话就是讲啥，随境定劫，心不疲倦，会感觉也是因为现你个度众生也真自然啦。吼、哦，所以这个就我简单个做一个比如有人讲师傅啊，你安尼，逐礼拜安尼走，敢袂先讲真自然啦。听无，走嘛走十几年去啊，无休止嘛走十几年去啊，啊，就一礼拜过也真紧，啊，佫想着一个月过也真紧，啊，佫想着一年过嘛真紧，听吼，真紧。即马伊要佫拜现个前途了嘛吼，对吼，你讲袂去真，要佫搞佫两个月，都免两个月就要佫拜现个前途了，吼、啊。元宵来了，这个清明啊，清明来了，五日节，五日节来了，伊佫在中秋啊，吼、啊。中秋来个重阳，重阳来伊个要买月啊咧，买月来个过年嘛。啊，你一年安尼一年四季安尼过真紧啊。我都不是去看啥，迄罗林迄啥，迄个个木棉花吼，讲、哦、哈木棉花个个红安尼，咱如果行一冬去啊，哦，迄、那个罗林弄迄款休息站啊，像路边弄迄个木棉花啊，我、哦、啊伊个一年嘛，哦，安尼一年一年直直过咧真紧。但是这个无休止，当然我身躯会砍就不要紧啦。哦，啊，我看应该会啦，比较紧啦，哈、哦。所以注意下节节，哈、哦，这个叫做啥？心不疲倦，疲倦嘛，哈、哦，疲倦。那是讲亚仙呐，因为众生需要延续，不断的延续，不断的教育，安尼来一块落实，将来开当解脱，啊、哦。所以这个叫做啥？利益众生精进安尼。那么注意目前哈、哦，咱大家目前多闻精进，一定爱多闻精进。你若无道闻精进哦，你家己袂当产生伫即个佛法中的正知正见。那么你若是无正知正见，作为你修行就袂健康，因为你的妄想啊妄修，啊你得一点啊就感觉满意呢，当然你将来修就袂圆满。我今仔日若无不断的研究，就是我说法嘛袂圆满哦，这真正哦，说法袂圆满，我阁会谤经非法，将来啊我爱阁再陷落。哦，含了一段时间，搁起来，起来要搁延续，有那有阵较比较较败啦，较败卡败卡呢，听好无？会变安尼去。所以我呢，今仔日不断的精进，我今仔日讲一本经也好，讲一本经也好，讲一本啦经也好，因为伊运作都真自然，听好哈。啊，所以我就会当落实我平生的大愿，安尼来较不要紧。所以我本身爱精进，有那爱不断的多闻啊多看。哦、我即个就多闻多看安尼尔吼，听吼，多看经典啊，多写安尼。对你多闻多听，我爱多写安尼来，
你的地底室内底较有这个更这个佛法的精进点内底的，你当你有一生变现出来，你就会干净啊。和你长期拢上班第二世，你绝对会干净。安听，因为你分析到内，这个地底室内底有无量的这个佛法精进点内底嘛，所以你就会干净。啊，和你上紧哦，和你反正你今生的后半世就会干净啊，不得看。哦，所以今日你请注意多问，但是唔当干那戆戆啊问，戆啊问唔对哈。一定要多注意，今天我听这个讲，听这个讲，我那不要紧。但是你一定要集中，譬如讲多听啊，听到已经感觉某一个法师都怪怪哈，那么就无必要搁再浪费时间啦。听哈，就较紧集中归个，因为你今日亲近迄个法师是为着要得法，安尼来你就会当固着啊。所以今内底有三种的精神，我搁再念一遍庄严，庄严即个和德行有相关哈。含德行有相关，所以这个唔敢讲勤修精勤修习一切梵行，安尼自然你就庄严，哦，六根庄严，啊，你将来你的国土伫人间的国土嘛会庄严哦，这是真正。第二立善法庄严，那么第三就是利益众生庄严安尼，啊，那么这个就是头，即马写的含头前哈，迄维摩诘经者的头前发起有写着。这个菩萨三珠戒，迄、那个我都不去用过啊，因为在新的法器下来哈。那么来进一句叫做“摧伏魔君”，这个“摧伏魔君”哈，就第二句嘛哈。经文这个十九页第二句叫做“摧伏魔君”。你今日就有开始要修行学法，这是无唔对。不过呢，你毕竟在人生内底有真济障碍。那么基本上在障碍就是要讲这条，有真的障碍，不是遐单纯哈，有足侪代志，拢会伫你个边啊，哈、哦。比如讲这个魔，就是啥呢？易中文叫做灵断命，啊灵障碍，哈、哦。搁再一点会甲你扰乱，搁再来就是海见法，啊甲破善念，这种东西魔，哈、哦，一个真哈，第一。把你的命、哦、第二会给你障碍你修行，第三会给你扰乱，第四会害你，害你和你去弯理正法。那么这个呢，差不多内心 会去问题哦，就会记住了哈。那么来和你破善念、哦、破善念这个有哪看得到业障，有哪有关系？所以这个四，这个叫波沙论四十二有讲安尼啦哈，问完。何故名魔？答：愿断慧命，故愿魔。佛处相现，放逸害自心，故愿魔。哦，安尼。那么这两句话是安怎讲的？不讲什么叫做魔呢？安尼，会给你断慧命。那么这个断慧命的因素真多哈，断慧命真多因素。比如讲，今仔日说法的法师，自从这个法器给你讲哦，唔掉去。所以这个就是断裂慧命，安听好无？但是这个现实说的法师呢，下来讲好唔对，当作对。这个在当作佛陀的菩提树下，迄、那个魔王就讲啊，讲将来末法的时阵，我甲派个魔镜魔孙去食你的饭，啊，穿你的衫，讲你的经，安了解哈？迄、那个就已经讲了，所以今仔日。在这个个，咱甲看《楞严经》，阿难尊者都甲佛陀讲，讲佛法的下书说了如弥顶说。啊，你看你要去对找一个正法，所以这个呢，那是下蒙书，当然伊会害你的慧命。哦，你有真认真哦，可是呢，因为伊唔知呀，哦，以慧法当作正法，啊，你有那唔知呀，有那以慧法当作正法，当然你的慧未生。本来你都会当讲。真有迄、那个过去世都有迄个佛缘真深，哎，害啊！你给他错讲，因为这个法师那是正知见的法师，何以给你误导？终极究竟呢？你未当达到如法，迄、那个智慧已经破灭，已经陷落，已经偏差。注意，我即马甲咱注意一句话哈，你真正吼、哦、要讲智慧，安怎有我嘛真歹要甲咱理会啦哈、哦，因为有一寡法叫做相思法。但这个相思法是非法咯哈，这个相思法非法，
亲像，足亲像诶，但是呢，唔是。不过爱注意一句话吼，失之毫厘，差之千里。阿妈听到这句话，唔对，起点起点唔对，一丝丝尔。系、哎、啊，互你行到到尾啊，原来离谱，差有够多。所以即摆你今仔日做，你若是无研究经藏，迄、那个相思法你甲当作剑法咯。事实相思法是非法。但是今仔日到底你要安怎样落实？我今仔所问的是剑法呢，所以我甲诸位讲过，你爱道文嘛。但道文你唔通讲讲我听哦，这个也扣，这个也扣，这塔卡是塔卡啊。扣扣呢，这个也掉，迄、那个也掉，迄、那个掉，拢总真真实实的。你爱筛减嘛，筛减哈。他们自己，哈、哦，爱胎哦，安怎胎？你爱读书位，对。今仔日吼，听听听，这钢筋还是易筋阴筋吼？以及这句今仔要解这句经经义，但是伊搁在摕另外一本经，佛陀所讲的来塔遮，啊，搁在摕这本经过来塔遮，安尼哪会当对？下会对吼？安尼较正教。但是如果伊若是敢若用即句话，伊就家己直直改、直直改、改到伊的意思直直改，我你讲，迄绝对有落差，一定有落差啊、哦！所以将来你若是讲你要说法，你听真济，啊，你还袂当说的真正，你有爱读书啦。除了读文以外，哈、哦，读文以外，这个文，怎么唔着这个文点点哈？啊，怎么来读书？安尼，安尼吼，这个书就是让你经过筛检、筛检过。但筛检你家己嘛有根、有根基哦。你若是无根基吼，你筛检袂出来哦。听无？你爱冷静，爱有迄个定，所以这个定甲慧吼并生哦。真正爱有定慧，因为你今日既然听到这经教，啊，你等于安尼思维。那个思维吼，伫定中思维，我咧讲，那个分别性就出来了。因为我今日去看，我今日要用这《维摩诘经》，我最首先我嘛参考祖摩法师、延培法师，吼、哦，我今物就即、這个，伊对即、這个即句经的解释，甲即个经的解说，我得甲思维，合理不合理吼、哦？有时阵两句甲偏起来吼，咱有哪看会出来？啊！但是这个难嘛是你本身要有根基啦，你若本身对佛的根基拢总完全无，你这么想无咧？讲啊，这个开解安，啊，这个开解，你会甲当作矛盾。但是有时你若是慢，这个角度伊是讲伫倒一只，安尼对。但是这个角度伊讲伫倒一只，安尼有哪对？但是如果这个角度伊两个甲操作好，不过伊含这个无相，这个绝对有唔对伫咧。哦，所以我即马甲咱讲哦，时间咱人个人的生命真短哈。是这样讲，你多问，但是你要多看哈，你来看妙文集的，妙文集卖个看上侪，妙文集你来看，因为今仔日这个印顺导师是咱佛教中的太道，吼、哦，伊袂甲咱带唔掉去，吼、哦，这个印顺菩萨伊应该现的人间就是佛法的一个明灯啦，所以恁就来看妙文集，啊来这个所在多听，这本讲了我去讲八本，啊、哦。我去选择，因为恁有继续去听吼，要甲恁提升是较好提升。恁若无继续听，要甲恁提升歹提升。所以我看遮大家拢听甲真差不多有90%拢总无提嘛吼。不要紧啦，至少拢好啦。恁若是讲90%无提，我即马搁再讲较深一点。啊，尤其是即个个因主法师吼，去补充嘛吼，伊去讲的话嘛真深嘛。恁敢听有？应该有吧？但是伊有那是真够浅顺。你爱知影哈，所以你即马读文、读书的中间，你唔通干啦，这个也读落，这个也读落，读到到尾吼，你阵来这阵读车，煞阵变戆戆，安怎变戆戆咧？就这个也掉，那个也掉嘛，大家都掉，啊，你家己方针列未出来，哎，脑筋阵塌掉咧，大赛车，阵开未行安尼哈，我无骗你，所以即马这个就是要甲咱做说明哈。迄、那个
写书说法就是等于魔，但是什么叫做正法？来哦，这我那一个问题哦。那会当引导众生发菩提心的法义，这个就是正法；那无引导众生发菩提心，这个拢种邪法。安尼，大家了解哦。佛法总是讲到安尼哦，啊，因为这个定慧的慧出来哦，不是要咱干那自修心念啦，不是要干那自行了。那么这个定慧出来，就是要成人。所以佛法的究竟法是安怎呢？就是一定要教众生发菩提心，因为佛尊的标杆甲模样是啥？是菩萨因地发无量，要度无量众生，迄、那个菩提心。所以今仔日说法的法师哈，那未向从一套理论，迄、那个教众生安怎去发菩提心，迄、那个就是不是正知见的法师啊？你要了解，你唔通妄想啊！哦，所以佛法的法咯，是菩提心的法，安尼才是正知见的师父，啊，才是正法。那如果未当教育众生发菩提心，我跟你讲，那个不是菩提心哈、哦。菩提心就是啥？菩萨心。所以唔敢妄想。所以咱有甲咱讲，四方世界家己建立。四方世界你来建立了，你所有的作为，拢牵连到未来成就佛道，而这个功德。哦，啊，你若是菩提心，都唔敢犯。唔敢犯，我哩讲一定爱犯。介简单就对了吼，介简单啦，要去净土的大心不净土，我爱发菩提心。那无发菩提心，你唔想要入去，听有无？迄、那个大心不净土，所以爱要注意哈。所以这个就讲断慧明啦，叫做魔啦。那甲你讲好一定当伊迄个魔啊。哦，因为失之毫厘，差之千里啊。但是这个慧明成就，就是一定爱发菩提心，度无量众生。应该爱带动诸法啦，我想归去这个读了，较来发心啦，大家共同发，这个微末结晶了，较来发。好、哦，来哦，佛处啦哈，佛处讲第二，搁再讲的意思，搁再讲，相形放逸害自心，故安末，你家己啦哈，你家己，安尼今仔日已经入三宝，啊搁无要注重戒律，啊无要精进，啊安尼放动，自己安尼。安尼戆戆啊过，戆戆啊过，迄、那个叫做放荡啦哈。啊，无要精进，啊，着有着来听，无着转来听听，切着甲放来。后礼拜拜一，拜五起来还阁出来安尼。听话，安尼叫做放荡，即、這个就是有心，也是种业性魔去甲你牵引。听无？迄、那个你着爱家己烦恼啊哦，真正哦。所以我有甲恁讲过嘛，上届无你自认吼。八点钟的用，八点钟啦，总共你吃头路啦，做生意啦哈，啊，和你睡眠八点钟啦，啊，工作八点钟，你吃头路八点钟啦哈，啊，佮七靠八度啦，就家属的大家呢，七望八望哈，有无？有安尼都足够数咧，听无？安尼望一位置望袂用哈，啊无啊，负责人冇安尼嘛，佮再佮你靠四点钟起来，啊，你上无你嘛够四点钟。你四点钟你去创啥？我请问诸位，你四点钟你去创啥？你得爱精进哦。你若唔捌字哦，听录音带。啊，若无，只要有录音带，你做你请等去看，看看佫起来。一味来分析熏陶吼，心绪。好，啊，你若是捌的话，你来看经典。啊，若无来写。你今仔若是无多熏习吼，你这个佛法你袂当入心啦，因为咱毕竟是一个凡夫，听无？吼、哦，啊你若是多看，这边看无啥印象，第二边阁看印象就累，第三边阁看，啊你多写笔记，那么你较深，啊嘛计在写的中间吼，注意较袂记哦，袂记这个，啊嘛较袂度过哦，这是真正。所以今天这句话就讲，你唔爱放荡，你自己看会当把握安尼袂？把握四点钟，啊，若总无法度啦吼，你把握两点钟。你自己看两点钟，你看，你固定自己看两点钟，你看，你一年看偌济钱？
真的。啊，唔通讲这本看咧，看一点啊，甲放；迄本佫看咧，佫看一点放，唔通安尼看咧，有哪袂入无？袂入法？你直直看，这本直直看。我你发一个心，讲我这本第一遍要看几工看完，啊是看一个月，啊但是注意看，啊人先在做笔记。啊，若是如果看一看一款冥想唔捌。冥想知影无？就迄个名词就对，迄个佛法的名词唔捌，你较紧现即个过佛老师顶，吼、哦，安尼来就知影，安尼来查，啊查你即马就会当笔记，笔记起来你就深。所以你注重一日的时间，除了来听经，还是讲看迄个过法界卫生吼，那么你家己找时间来去看，因为法界卫生才一点钟尔嘛，还是看两点钟，你尽量去找看有两点钟通去看，看册。你若无安尼吼，你袂当一发，袂当一发，你到底安怎修？你无了解啊！哦，总之究竟咧，你唔捌啦。安尼你人啊，遮讲啊对，遐讲啊对，这个讲啊对，哦。所以第一句话就讲叫咱卖放荡，因为放荡那是魔啦，听好无？内心的这业障去甲你牵，啊，有时阵这个魔力哦，魔力去甲你干扰，哦，啊，坐袂掉，我你讲会坐袂掉，安怎坐袂掉？那话坐咧，哎呀，要静起来一个。规个头家拢想一寡代志出来，啊，我对也未做啦，啥也未做啦，对也未做啦，会未？会啦，啊，未拢白擦的啦。啊，我你讲，若是真正也未做去做做，心就静下来，听有无？啊，就忽然间就想讲要静落来咧，啊，智慧生出来，啊，想着代志啊。迄敢是智慧？迄毋是智慧啊？吼、哦，因为静落吼，就会浮现啦，这是必然的。啊，你较紧，啊，未做着工作，较紧去做着，比如讲。你电话应该开卡开，哦，啊对一只都还袂做去做做不要紧，做做你即马就做了，你来就无输，较无输啦。啊，你若迄个输搁看伫心头哦，因为啊我都无做，啊都一个代志定伫咧咧，啊定伫你都看袂入心。你若是想着，你搁再想着第二项，你搁较紧可以做做不要紧，哦，听好无？啊，若无你搁甲放咧无做，唔过你即个心去干扰。这个就是内心的一种歹问题哈。那么这个《大智度论》六十第一个讲安尼啦哈，讲魔亲言令断令者，为师魔是令断命，以者亦令断命因缘，亦断智慧是故名杀者。那么这句话在《大智度论》内底里，伊讲魔亲言是讲啥呢？因为这里伊个讲亲言。令大变就是讲翻译做中文的意思哈，翻译做中文，那么叫做断命者啦。断命就讲会甲咱断咱的性命，哦。那么这个为死魔，因为予咱死亡者，那叫做魔。安听吼，迄、那个会断咱的命。第二，剩的呢，有哪会当作为断命因缘？那么这个断命因缘，剩的哦。伊讲其他，好、哦，譬如讲，有哪会甲你夺智慧？啊，佮再来呢，就是讲，有哪会当夺你的智慧？所以佮讲杀价，这个魔翻译中文叫做杀价，是安那叫做夺智慧？即马咱来了解哈，因为这个魔下面才有讲到五蕴，五蕴魔有讲到十种的魔啦哈、哦，所以这十种的魔你甲看咧，因为魔君有魔君，伫《华严经》的经书内底佮讲到十种魔呢。这十种魔有包含着夺你的智慧，甲夺你的性命。这十种下面要讲个在，所以它另外一个名称魔，翻译中文叫做杀者呢。哦，那么这句话，譬如讲头前这个哈，五交乱，头前这个个，哦，含好魔君这个魔有障碍、扰乱、海正法、甲破善念，这个那是个用在一路用个砍来吃。看到这个叫讲夺智慧甲夺命因缘，安尼才有那会下这个法言。今仔日如果今仔日咯，你合法有障碍，可以讲有那甲你夺命因缘。障碍就是啥货呢？这不正常的问题啦。障碍你行法，障碍你学道，在啊个扰乱你的心，和你害正话，这个有那是夺你的因缘咯，夺命因缘。啊个有那夺你的智慧。那么下面这十点，咱即马来甲看这十点吼，魔君花严经疏抄内底人啦吼，二十九讲咧魔君魔，
这个温无就是结果五温嘛，吼，五温就是色受想行识安尼。这个色受想行识，这个叫做五温，色就是物质。咱众生有六根的这个眼根，针对色尘，由色尘来起心妄念，就感受。啊，感受当有顺受甲逆受，啊，即卖就起想，哦，啊，甲想温行温，这个拢有讲过啊。所以这个唔敢讲五温。是心，唔过即个就是我温心，就是降罪的因素，就是迄个根源安尼。今仔日我温心也是真强，较做真大的罪业。我温心就是伫弥补，较未做罪业。哦，但是即个我温心的即个色受想行识，伊会甲你将个正道，有哪会害你的慧命？第一就是你对物质贪着，物质贪着呢，你就是生起贪念。有得到无得到，因有心有顺修有逆修嘛，安尼你心就不平衡，安尼累到底对你本身就是一种伤害真大，啊、哦。那么第二叫做烦恼魔，安怎叫做烦恼魔？因为这个烦恼一般是去讲贪嗔痴，所以这个贪嗔痴顶烦恼，贪嗔痴也叫门叫做无明，也叫做邪，所以这个叫做迷邪事理，障碍正道，这个会害慧命。所以这个贪嗔痴另外一个名叫做三毒。对不对？哦，这有讲过啊，所以毒害家己。哦，所以这点爱做注意哦。你对世间犯那是真贪着的话，对你本身是将来是必败。啊，但是真贪着，有心顺境逆境一个吼，那是逆境你起嗔恨心，安尼嘛必败啊，对不对呢？哦，搁再来无耻下贱的是耻啊，就是害正法的主点嘛。无耻的人靠有贪欲，无耻的人靠嗔恨心，安尼嘛必败。所以这个无耻就是迷惑事理，障碍正道，安尼这个害慧命，哦，这个贪执，佮讲的这个嘛，欲夺慧命，佮欲夺这个生命嘛，哦，这两点都慧命。那么第三叫做业魔，安怎业魔呢？因为咱今仔做杀业，做偷盗业，做淫欲业，做恶口、奇异妄言、妄想，这种恶业无一个真哈。那么这恶业杀盗淫定，恶业障碍正道，害慧命。因为杀业愈重，咱人的妄病愈深，罪障愈重，听到无？哦，道偷愈重，肝脏心愈多，当然你今仔日一切护法拢未活来啊！你修行就歹修哈，所以即个产生种啥？杀道淫，即三项吼、哦，逐逐渐渐，互你本身会产生的即个病障。第二苦障。因为必报嘛，哈，将来你做了一定会受报，受报就产生这两种，苦种就是逆境，病种就是身体。那么这两种一定甲度现咯，会记住咯。你受到就判受啊。啊，是安那开安尼，因为你有杀道，诶，这个问题，甲淫欲，因为淫欲人是种致命伤，所以这两项一定甲生哦，哈。那么这个就变道种，你有想要修道，但是障碍真重，啊，逆境的人要来听经困难，道病的人要来听经也困难，是不是？搁再来有这两种的往别，你智慧未开，安尼所以这个成道种嘛。所以今仔日那三种问题吼，较紧淡化，千万唔能够再杀。因为你若是今仔搁再我讲一句，搁再讲讲啊哈！你今仔日若是杀业无要收心吼，你第一你的心的这种静吼无好，无好呢，这个搁护法袂活来，啊你上根搁无功德，听吼？啊搁业障背身，你搁听智慧袂开，应该修修袂起来，应该放放袂落，这必然的嘛。啊若讲该修修袂起来，搁该放放袂落呢？你要修啥啦？我请问诸位，你哪通修？你又无去修啊？修就是该忍能忍，该学能学，该行能行嘛。啊，你搞海物件都无，你要修啥？有啦，有去听，不过你都无啊，智慧未开，啊，未落实啊。所以今仔杀道淫这三项就产生病障、苦障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就是啥？这两项就业障啊嘛，这两项加起来就业障嘛。这两项上严重就是这两项，啊、哦，啊，这两项对对来。啊、哦，这两行对对，这个叫做三种，对不对？元宵三种的三种嘛，啊、哦，
元宵三种诸烦恼，但是这三种对对来，迄、那个元宵三种诸烦恼就是迄个贪嗔痴啦。啊，由贪嗔痴，较来生贪嗔痴的心，较来生就这三项嘛。三嗔痴有哪三种啦哈？啊，唔过苦种、病种、甲道种，这个嘛三种哦。啊，唔过你先爱破贪嗔痴的三种，较无这三种哦。你贪嗔痴若无破，这三种不是伫咧哦，就是迄三种贪嗔痴若伫咧，就是造业种嘛。业种你自然，你的环境就苦种，家庭未圆满，事事未圆满，那菩萨打这行来，安尼，这样是讲何不单行嘛哈？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安尼，搁再来身体不如，不是不如意，啊，唔是遮艰苦，就遮艰苦，啊，若无就这个大细汉，连咪这个病，连咪迄个病嘛。啊，听无？安尼你较有心讲，我要来学佛啦。啊，无可能，我甲你讲无可能。我讲一句话，就今仔我身体若是无健康吼，我敢无可能讲走十年，一礼拜安尼台湾省一世安尼走十年，敢无可能？吼、哦，这个是病种若带掉了，那么这个我无可能到这个就变成道种啊嘛。听无？我唔敢计讲，今仔日注意杀毒瘾吼，你尽量消毒嘛。啊，哪会当帮助这个工作，就尽量帮助。就我有甲恁讲过，你今仔日若教众生卖杀。你就得到长命嘛，你就得到健康啊。所以前日较鼓励咱诸位大家共同做迄块工课嘛，哈，安听好。啊，你今日若教人卖偷刀，我咧讲哦，你的经济就变正常。这毕竟呢，啊，你唔通欺骗，唔通偷刀哦。你唔通讲，今日我教人偷刀，卖教人卖偷刀，你本身造成你欺骗，这样就不对了。所以这个贪嗔痴三种，这个会造业嘛。所以这句话较简单讲。业障是去掉杀盗淫等的恶业，吼、哦！啊，你唔通搁再骂人话袂哈。那么这个吼、哦，会将被正道害咱的慧命，因为蒙蔽业障蒙蔽，你智慧都袂开啊，学无啦，有啦有计学，认真学，较学都学无。吼、哦，所以这个有哪害慧命，所以咱头前有计讲啥，欲夺智慧。要注意，较谨慎断毒哈，贪嗔痴啊，断毒杀盗淫安尼。那么这恶业你若消，那么智慧就会当真正会当光明。啊，若无一派光明，咱就讲到这，弥勒尊好哈。啊啊